钻木头的螺丝钉，你拿个螺丝起子在那里转，转半天也钻不进去。所以你要钻进去的同时，用力同时转，对不对？用力同时转，用力同时转，这个螺丝起钉才会钻进去。所以我们要转的时候，向下沉转，而不是空转，空转没有用。来保求先实丹田的进道，沉转和旋背，沉转坐后脚和日疲惫气化开后左按好听。这个教学哈，不要再拖上了啊，放在我们的万年场咨询教南卡里华的后最后你家不能把旧的把它带走对吧，那就安呢所以不必再拖上爱你是东北爱来家庭哎，你的正面螺丝钉一个正一个正再给你对我立着他是在这里塞这里塞哎，螺丝钉马上没有，所以我们一定要沉转一定要这样做。再来手放轻，尤其是手腕，你这一个手轻不轻决定在手腕，手腕用力这一个手背一定僵硬，所以它的决定因素在手腕，手腕放空这一个手整个手背才会轻才会松。手我们讲过了，手一定要向下，手肩不向下的话那放人呢放不远，所以手一定要向下。今天讲按所以这个讲按就不要拖上去了哦。然后你讲老在咱家里边哦，按手一背，这一个两个手掌比肩要窄一点，跟肩同宽的话按出去没有力量，比肩窄一点。手腕放轻，宽放轻，坐后脚。现在按出去哦，踩下去，往前，卸沙的部位。哦，所以东西包好你破上了哦。脚掌是踩下去。那就先杀那个部位，先杀那骨在嘛哈，不是讲脚掌踩下去啊，按那杀了，踩下去入了呀，你的丹田跟你的夹脊一起的劲发出去，那你的卡在入了这个丹田来背。吐气，啊，入了，后坐，吐气，啊，
你卡底不会，你天天啊，在家里无闲无闲，你卡底爱怎？你起码讲杀，你卡底无路，就迄个欲望来扫去，就扫去啊！啊，你讲你，你毋是叫我讲卡底啊打，啊打着就打死死，就怎安尼？啊，你无甲认为伊来扫？ 哦，入了去，后座门，你入到等下你人来扫去，你该单点入到等下，哦，入了去单点入到等下，入了去单点入到等下，啊，有一许多哦，你去选择，人杀去，你拢都多，所以有一许多房子，是，哦哦啊，怎么，哦，然后就哦。 来讲这个肩膀，肩膀是连这个胸背是一起作用。99说空胸准备，其他的书都讲说含胸搭背。那我们做的时候，不管他讲空胸准备也好。 还胸、拔背好，就是你的手背、肱骨，这个骨头叫肱骨。肱骨的上头，这个叫什么肌肉？啊？我嘛没记得，把它放松。这一块肌肉前面连在这里放松。 背后这里放松，因为你手的动作举上来，来，你再干嘛呢？举上来，这个肌肉有在震荡吗？背后腔，有在震荡吗？所以说，你的肩关节四周围的肌肉放松。 这一个手背才会放轻，这里没有放松的话，手肘你说要坐，也坐不下去。来一背，按手，吐气，入轮，都这么，不说，入轮。 卡掉了哈，卡掉了，塞沙子，你把鞋都塞了吗？哎，安尼撸啊，撸啊啊啊，哎撸撸撸哈，背后的肩胛骨一起发劲，我们常常听到说。 手肘不坠，怎么样？放人不远。那这句话，你在书上只看到这句话这样，啊？为什么？为什么手肘不坠，放人不远？来解释，为什么？啊？我今天解释哈。 这切力去锤，锤得长棍嘛无啦，锤个大肉嘛无啦，但是我咧讲，所以这大声讲，唔好破伤嘛。算了，讲起来不结棍，啊，无你去锤看嘛。还没解释哈、哦，要解释，为什么手肘坠，就放人得远？ 因为这个手肘不对，一只手到底前屈的，是直直，所以你。
打对方的话，它是一个点，一个点。假如你有罪的话，它是一个面，你跟他讲讲，你说啥，连你的小手背一起都打出去。所以说，手头要罪，外套忘。哎，那条是那，那不要的。哦，对，那你抓一个石头啊？说话工，话工哦，短信扯大早你没睡。哦，对，接了。挖空绝对空间，你用力伸起，你的手掌在这里，那么这一个手上背下背是硬的，啊，你的背有啊，就当背啊，你俩，对吧？不要背就是，不要背就是背啊，你俩。我是背的话，所以我会使啊。不是咧，因为我背起来只一坨药，这一坨药用平的，你看着，看无？看着这句话，新看着无？新的。来，看着无？新的。这个压下去，前面半段是平的，按回去，对不对？我讲你去个大量木材，我哪里讲这个东西啊？哦，所以说这一段放松底下，这身体这一段放松底下，这一段弹性。看吧，哦，很虚极啊！啊，那些安尼有弹性，所以就抓起来变。手肘一夹，你松这里压下去，手肘坠下去，这一段就是面。一个面，所以你那就是去学遐门市班倒的，安尼合不是同款，不是结果合不是，是迄个礼品，哦。所以说，我拿这个来比，安尼了解了，了解了，了解，我了解你了，加加加的需要。有白头饭，你的哪里比较厚？哦，这里比较厚，是吧？这里比较厚，是吧？哦，它色彩比较厚，这里比较厚，这里比较薄，这个一样。当初我去买这支。要回来时，我嘛跟你讲，啊，这鸡啊，地瓜啊，只壳，壳啊，只壳狗，只壳狗，哎，厚度一样，好，好宽窄不一样，厚度一样，哎，这里比较宽，这里比较窄。我去买一支，给老板买一个，啊，人家做了老板啊，伊就笑啊哈哈，不是啦，遮较薄啦，遮爱比尾啊较薄啦，无是安那，啊，唔遮会信，所以伊无讲，我咧嘛唔知，咱嘛讲讲买同个样对无？都不是啊，吃较薄啦，啊吃，
所以即嘛，食甲无食咧，伊就要弹性，所以即个爱有弹性，拍住，偏骨发筋，肩膀这里松沉，最后一个面打出去。先来解释，可能比较清楚啊、哦。来，迄老板甲我讲，食甲无食甲高。不是我讲啊，讲唔对你说。的确是这样的。来，我把刚才说的来说给大家听再一次。来，我在旁边。是这样。你这安尼个落到伊个脚趾边，啊，你坐喺边啊落，夹落。好嘞，好，你起来咯。我今麦要拍伊，哦，我要打他。假如说我这个肩膀不松，那是直的，那直的话呢，就是这样。只有手这里一个点打不出去，那我这个肩膀这里跟胸肌后。后背的背后通通松掉，然后向下，我这个小背连手掌连指头通通是一个面，它是一个面，不然的话你再用力也是一个点，哦。一个点连起来成一个线，一个线连起来成一个面。所以说，不管是上下一样的，通通是这一个小背连你的手掌一起放松。保球左边，蓝月为和，前背绿，这个不也哦哈，小背跟你的手不也，七，画开后左，按入锐，入锐是入卡底。抱球，一，吸，吐气，抱球，吐气，旋转，旋背，吸，二。好，收。